天这一讲的题目叫《穿在身上的书》。顾名思义呢，我们是要谈一谈服饰的文化内涵。服饰是从远古走来，其产生的第一要义是防寒保暖、遮羞蔽体。然而，实用并不是人类对服饰的唯一追求。当文明的脚步不断向前迈进，审美情趣、文化历史、宗教信仰、民族性格等往往也被融入服饰之中。所以服饰作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标志，它不仅是防寒保暖的生活实用品和体现审美追求的艺术品，而且具有丰富的社会内涵的文化载体。在漫长的发展中，服饰与实用之外负载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蕴含着重要的审美和象征意义。越是远离现代工业文明的民族，其服饰的审美象征意义和文化积淀越深厚，民族间服饰的差异呢也就越大。作为人类最基本的物质文明之一，每个民族的服饰的原料款式总要受到该民族所处自然环境、经济生活以及物质文明程度的影响或制约。在自然经济状态下尤其是如此，中国少数民族具有大分散、小聚居的特点。55个少数民族主要分布于东北、西北、西南、中南和东南等边鄙地区。传统经济又是以农牧为主，受自然环境和经济生活的影响，中国少数民族传统服饰在原料和款式等方面呢，有农牧之分和南北之分。当然这只是就宏观而言，那么若从微观来看呢，越是自然环境经济生活接近的民族，他们越是注重通过服饰的细部凸显本民族的个性和文化。展露该民族或者该支系鲜明的特征和丰富的文化。以帽子为例，新疆各少数民族都喜欢戴帽子，但是帽子的形状和装饰呢是各不相同的。哈萨克族姑娘喜欢戴圆形小帽，上面插一撮象征勇敢和坚定的羽毛。塔吉克族妇女喜欢戴圆顶绣花棉帽，帽子后半部垂着一块布帘，可遮住后脑和双耳。外出时，帽子上加披一块大方头巾。维吾尔族的帽子是最为繁复，不仅有为人们所熟知的四楞小花帽、圆皮帽，还有鲜为人知的于田女士小帽。这种帽子呢是用羔羊皮制成的，帽子的直径只有6公分。这些形状和装饰各异的帽子是区分不同民族的鲜明标志之一。在喜欢用布帕包头或缠头的南方各少数民族中，他们是以缠头布帕的颜色、图案、包裹方式以及装饰等体现本民族的个性和文化，甚至是同一民族的不同支系也可以从头饰上反映出来。分布在广西、湖南、云南、广东、贵州、江西等6个省自治区140多个县的瑶族人口不足200万，但服饰类别就有60-70种，尤其是争奇斗艳的头饰，简直令人眼花缭乱。依据造型、
有塔式、平顶式、钢盔式、飞檐式。每一式样下呢，又有许多变化，内行人一见便可从他们的头饰分辨出所属之系和不同的居住地区。广西田林县瑶族妇女用2丈多长的黑头巾包头，头巾的两端用彩线绣着传统的花纹和图案，缠裹起来层层叠叠。广西贺县瑶族妇女的头饰呈尖塔形，它是由一块块精美的刺绣叠落而成，最多者可达10余层。由于头饰特别，俗称尖头瑶。广西融水地区的瑶族妇女头上戴着用铁条嵌成的架子，架子上勾挂瑶锦，两边对称吊着彩色的串珠，显得古朴庄重。湖南隆回地区的瑶族妇女用1丈多长的方格和多色织带缠头，由里及外层层缠绕，状如罗盘，犹如戴上一顶宽边的草帽，既美观又遮阳。而留在脑后的带子头呢，缀上各色彩珠绒线，走时随身摇动，甚为风雅。广西金秀地区的瑶族妇女喜欢把自己的头饰装扮成飞檐式，先用3条不同颜色的布带包头，扣紧头顶，然后扎上3对特制的银板，银板挺拔上翘，显得格外别致。此外，像云南、广东、贵州、湖南以及广西其他地区的瑶族头饰也都千姿百态，在此难以尽述。瑶族头饰繁复是与该民族支系众多密切相关的，加上小聚居大分散的格局，使服装和头饰更加复杂多样。聚居于湘、桂、黔等省的苗族，不仅头饰繁复，而且发型也很复杂。一方面，形式特异的发型、头饰鲜明的标示所属宗族之系；另一方面呢，色彩缤纷的包头帕也成了苗族服饰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头帕的长短、花纹图案以及装扮出来的式样，除了审美和实用之外，还负载着大量的历史和文化信息。不同宗族支系的发型、头饰、服装，既是一幅幅准确清晰的文化符号，又是走动的族徽。因此，人们把苗族服饰视为穿在身上的书。在清代，对苗族的称呼多达60余种，其中大部分称呼呢是根据服饰和装束的特征而定的，有的根据服饰的颜色称为红苗、黑苗，有的依据衣裙长短称为长裙苗、短裙苗，有的根据衣服花纹图案大小称为大花苗、小花苗，有的根据发型或者头饰称为木梳苗、尖尖苗、锅圈苗。这些称谓是不科学的，有些甚至带有歧视的含义，但是它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苗族服饰是丰富多彩的。据不完全统计，苗族服饰呢大约有130种以上，所以呢有百苗之说。每一种服饰呢都像是一本书，汇集起来呢就是苗族历史和文化的百科全书。苗族服饰的复杂多样是同苗族的历史和婚姻制度紧密相关的。例
历史上，苗族社会最重要的组织形式是由部落演变而来的宗支制度。每逢社会动乱或遇有重大自然灾害，他们便以宗支为单位集体迁徙。定居新地以后呢，每年宗支内要聚集一次以祭祖先。为了避免发生混乱，宗支之间议定以服饰作为区别。从此每个宗支的服饰都有固定的式样和花纹图案，世代相传，互不引进攀比，遂形成以服饰标明宗支的传统，并严格实行宗支之内血族之外的婚姻制度，即相同服饰不同姓氏的人之间才可以通婚。这种婚姻制度呢，使苗族各宗支的服饰得以流传和强化，从而巩固了各种服饰之间的差异。虽然苗族支系繁多，服饰各异，但是从服装的基本结构看，均属短衣型。男子多为短型衣裤，女装多为上衣下裙或者是上衣下裤。苗装的复杂在于配件多，文案丰富，工艺精巧，尤其是女装，按照地域和装束大体上可分为湘西、黔东南、黔中南、川滇黔和海南等五大类型。湘西苗族妇女身着圆领大襟长袖上衣，下穿宽脚裤，衣服环肩、襟边、袖口及裤脚边缘绣有折枝、花鸟等图案，头上用白条纹布帕缠头，层叠而上，状如圆筒。中间的空间呢，是妇女们存放针线或杂物的小仓库。黔东南苗族妇女多穿交领或者右衽短上衣，下着百褶裙，长短因地而异。长裙可及脚面，中裙及膝下，短裙只有20至30厘米。盛装时全身披挂银饰品。黔中南苗族女装款式较复杂，上衣或交领或对襟，各种配件很多，下穿百褶裙，中长型较普遍。川南、滇东、黔西一带的苗族女装，上衣多为大襟或对襟，下着蜡染或青色百褶裙，系围腰，腰部垂多帘挑花飘带，较少银饰。节日盛装主要靠精美的刺绣、挑花、蜡染来点缀。海南地区的苗族妇女喜欢穿黑色圆领、偏襟长衫，腰束红色织带，衣领、袖口、衣襟均是红布边，下为蜡染布裙，花式较少。以上五类呢，是就较大的地区差异而言。细论起来呢，每一类型内尚有20多式，每一式呢又有不同的纹样和图案，负载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比如雷公山地区盛装的鸡毛裙，仿佛可以看到苗族鸟图腾崇拜的影子。贵州丹寨苗族衣装上符号化的神秘纹饰，似乎透露了古代苗族巫文化的某种印记。乌蒙山下小花苗披肩上的几何图形，据说是对固岩山水田林的记录。而大花苗男女披风上的粗犷的菱形图案，则描绘着远古家乡的水田和纵横的道路。妇女百褶裙上的彩色横道，代表着曾经养育了他们祖先的长江和黄河。看到这一件件精美绚丽而又蕴含深厚的服饰，谁能说它只是
防寒保暖的衣服呢？以服饰负载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在中国少数民族服饰中是较为普遍的。在这方面，闽东地区畲族妇女的凤凰装也是很典型的。传说畲族始祖盘古王的女儿出嫁时，吉祥的凤凰从山里给她衔来一套色彩斑斓的衣裳，新娘穿在身上灿若凤凰，从此凤凰成为闽东畲族妇女的标志。头上用红线盘成的峨峨高髻如凤冠，身后随风飘摆的腰带如凤尾，各种彩线绣成的围肩、大襟和围裙，象征着凤凰美丽的羽毛，周身银饰发出的碰撞声犹如凤凰婉转的歌喉。凤凰装不仅是畲族妇女值得骄傲的装束，而且用于区别年龄。只用绒线扎辫盘头的是妙龄少女的小凤凰装，俗称峨峨高冠的是少妇们的大凤凰装。那些跨过中年的妇女服饰色彩趋于端庄，称为老凤凰装。有些少数民族服饰上的历史和文化信息是通过制度使之流传下来的。提起长袍马褂，人们一下便想到满族。作为中国最后一代封建王朝的统治民族，其服饰的高雅华贵不仅体现了满族悠久的历史和发达的文化，而且也融入了统治民族的意志。满族服装基本式样为袍式、立领、窄袖、右开襟、缨扣畔、两侧开叉。自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金政权、推行八旗制度后，所有的满族人都在旗，旗袍便成为满族人的民族标志。满族贵族统治全国后，又制定了严格的服饰制度，以强化民族和作为固国之本。上至帝王，下至奴仆，服饰都有明确的规定。文武官员各按等级着装，不得僭越。苗族服饰的浓艳，苗族服饰的繁复，畲族服饰的纤巧细腻，满族服饰的华贵与威严，都使人在感受到鲜明的民族特征的同时，也领略到各个民族悠久的历史和丰厚的文化。然而并不是浓艳、细腻、华贵才能够负载民族的历史和文化，那些粗犷古朴的民族服饰同样负载着大量史书上所找不到的历史和文化信息。居住在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洛巴族男子喜欢在藏式长袍外面罩一件黑色毛织罐头坎肩，背后披一块野牛皮，头上戴一顶用熊皮毛压制成的圆盔，脑后垂一块梯形熊皮，腰间佩戴弓箭和长刀。其装扮粗犷英武则不再说，特殊的熊皮毛装饰既显示出狩猎的经济生活，又透露出与狩猎经济生活相关的崇尚和精神文化。居住在云南丽江地区的纳西族是从事农耕的民族，妇女服装除了款式古朴的长褂外，最引人注目的是披在身后的七星披肩。披肩一般由羊皮制成，上面依次缀有刺绣精美的两大七小圆形图案，两个大的代表日月，七个小的代表星星，象征着披星戴月。它展示的是纳西人勤劳的民族美德。通过服饰的色彩、纹样、图案来表现民族的个性和追求，这在中国少数民族服饰中显得尤为突出。
生活在新疆草原上的哈萨克族妇女，喜欢在衣领、袖口、襟边、帽子及头巾上饰以花草纹、羊角纹、人字纹。图案中的红色象征着太阳，蓝色象征着天空，绿色象征春天和青春，白色象征快乐和幸福，里里外外流露着游牧民族草原文化的气息。青海互助地区土族妇女的花绣则记录着土族人民对生活的理解和追求。花绣中的红色象征太阳，蓝色象征青天，黑色象征土地，黄色象征五谷，白色象征着乳汁。而绣在头饰和腰带上的各种纹样均来自大自然中的花草重叠，它反映出土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其繁衍生息的土地深深的眷恋。聚居在西双版纳基诺山一带的基诺族，男子上衣背部中间的圆形图案则诉说着一段悠远的历史。传说在三国时代，基诺族的先人随诸葛亮南征，因途中劳累休息的时候落伍了。后来他们虽然赶上了，但是诸葛亮不再收留。为了这些落伍者的生存，诸葛亮送给他们茶种，并教他们种植。从此他们在基诺山一带住了下来。为了表示对诸葛亮的崇敬和怀念，基诺族成年男人上衣背部都绣上一个外方内圆的彩色图案，称为孔明印。至今穿上带有孔明印的上衣仍是基诺族男孩举行成年礼中的重要仪式，所以孔明印既是族徽又是历史，同时也是成年男人的标志。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纹样图案是千差万别的，每一种纹样图案都叙说着潜藏在民族记忆中悠远的历史或童年神话，展现着民族文化心理的积淀和追求。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纹样图案与现实生活大都有着密切关系。植物、动物、生产工具、日月天象、自然地理，或抽象或写实，经过艺术处理和规范，用于衣服和装饰，创造出各民族灿烂辉煌的服饰文化。所不同的只是一些民族仍然保留粗犷古朴的民间风格，而另一些民族呢，则升华为严谨工整细腻的专门技艺。在颜色方面，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总体特点是色彩强烈，对比鲜明。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各个民族对色彩的理解和崇尚是不同的。生活在北方大草原的蒙古族崇尚白、蓝、红等颜色，他们认为白色像乳汁，最为圣洁。白色的长袍多在节日或庆典时才穿，蓝色犹如晴朗的天空，象征着永恒和坚贞，是蒙古族性格的代表。红色犹如火和太阳，能给人以温暖和愉快。这些颜色的蒙古袍或腰带都是人们最喜爱也是最常穿的。苗族和苗族生活在中国南方的青山绿水之间，自然界红花对绿色世界的点染和美化，也许给了他们极大的审美启示。
苗族和苗族在服饰色彩方面总喜欢大红大绿搭配，聚居在川滇大小凉山的彝族崇尚黑色，彝语称黑为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被称为诺火的黑彝群体是彝族中的统治阶层，所以对大小凉山的彝族来说，黑不仅仅是美的服饰颜色，而且是尊贵的象征。中国少数民族服饰与实用之外，负载如此丰富的文化信息，以致每一套精美的服饰都像是一部蕴含深厚的文明史书。它既体现了中华服饰文化的绚丽多姿，又显示出中华各个民族旺盛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好，穿在身上的书这一讲我们就介绍到这儿。